文月啊，你前女友今天怎么没来啊？干嘛？她不来你还想她了？谁想她？那个她这段时间不会来了，你就放心吧。来就来呗，反正她又带不走你。不是，怎么就带不走我了？不是啥意思啊？ 你是把我包咋的呀？我锤死你啊！哦对了，今天该发工资了，月底了快。我知道啊，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。是吗？嗯。我看一下。不是，怎么才2000啊？我工资不是10000吗？ 我钱呢？你看啊，你平时说我胖，那得扣200；你不按时给我带饭，得扣200；你又把我的衣服乱洗，那也……停！不是你还真扣啊？你以为我开玩笑呢？你这人太狡猾了，你。Later。你这两天跑哪里去了？天天见不到一人啊？去哪里鬼混了？谁鬼混啊？我去上班去了呀。干嘛？说，是不是你告诉九窝我住在这里的？他来了。你说呢？对不起啊，王爷，九窝他一直问我，我不小心说出去了。我跟你说啊，都是因为他，我工资扣了8000。怎么扣这么多啊？小薇说我工作失职，乱带别人回来。我去找他去。你找他也没用。王爷。扣。啊？收到没有啊？收到什么？8000块钱啊！你帮我要出来了？对啊，他敢不给你啊？我看一下。哎呀，走，请你吃饭去。好。但我要先把衣服晾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啊，行，我等你，你快点啊。啊。哎呀妈呀，太好了，这。你们干嘛去啊？这，看不出来吗？约会啊。不许去。为什么不可以说啊？因为我一会儿也想出去逛逛，你得陪我，扶着我呀。不是你故意的吗你啊？谁故意了？我都说了，我等我有事，你自己下去逛逛呀。行，本来准备看你今晚要是表现好的话，我就把这8000块钱给你。看来还算了吧。哎，你不是已经给我了吗？我是准备给你，但是要看你今晚那甜甜是给我的是。